迎收看108年8月23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萧雅欣。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南子后径一带正进行台十七线道路开辟工程，市长韩国瑜关心工地公安和防台措施，强调这一次台风来袭，周末会留守在高雄，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了强化高雄港危安事件的处理应变能力，高雄港务警察总队举办港岸演习，过程中港务警察和海巡署空巡总队等从陆海空攻击围捕歹徒，过程紧张逼真。为了促进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三民区户政事务所规划单身联谊活动，参加对象锁定35到50岁轻熟龄男女，希望让被工作耽误情感的朋友把握机会报名参加。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午前往楠梓区视察台十七线道路开辟工程，特别关心工地安全及防台措施，强调这次台风来袭，市府防灾防台是首要任务，这个周末将会留守高雄，保障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关心台十七线道路开辟工程，高雄市长韩国瑜亲自视察，听取公务局简报，然后进到后进区，那以后呢，整个排水的效率也会提高。巡看这段是位在楠梓后进一带的滨海林外道路开辟工程，在跨越后进溪，首度尝试在市区使用大底板推进工程。这种工法多半是使用在山区道路工程。韩市长强调要注重安全，工程要如期完成。想拜托一下，施工期间安全，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那过来，你现在这个新施工的这个桥法是在都市地区，高雄第一次使用，也要拜托，千万要小心谨慎，好不好？那其他方面，明天开始就是台风了，那这也是一个严厉的考验。除了要求施工环境安全，面对大家最关心的防台准备，韩市长强调，这次台风来袭，市府防灾防台是第一首要，周末将会留守高雄。因这个白鹿台风是直扑台湾，带来多大的豪大雨，带来多大的风速，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能够了解，它可能还在变化之中。可是不管怎么样，高雄市政府防灾防台啊，是列为第一要务、第一优先，保障高雄市民生命财产是市政府重要的责任。这样六日还会去台中吗？我不会的，我会留守高雄。滨海连外道路工程预计2年完工，将可舒缓楠梓地区旧线交通，并缩短桥头至主营26%行车距离及减少30%行车时间，同时移转原台十七线50%的交通量，带动地区产业及观光。记者吴秉源、罗少君高雄报道。高雄港是台湾重要的门户，为了强化危安事件的应变能力，高雄港务警察总队联合各单位举办港安演习，模拟歹徒挟持人质、劫持船只要强行出港，港务警察和海巡署、空勤总队等从海陆空围捕歹徒，过程十分逼真。一群日本观光客正在游览高雄港，四名歹徒突然冲出，假使他们到游港船，想要强行出港。高雄港警接获通报，立刻通知相关单位撒下警网，空中完成警戒、封锁、疏散等任务。除了空勤总队出动直升机之外，海面上也有海巡署的警艇，形成海陆空三度空间包夹。由于歹徒持枪拒不投降，港警维安特勤队只好以震撼弹震慑歹徒。一组攻坚人员从左侧到达现场。港警最后在近身搏斗后，以精准射击制服歹徒，安全解救人质，将歹徒迅速制服。这场港岸实景演习主要是统合港区各单位的协调合作，以便在危安事件发生时，能够提升各任务编组的处置能力。港口包括船舶的安全是社会所瞩目，一旦发生了治安的事故，都是会引起大家所重视，真正发生状况的时候，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把每一个标准作业程序再拿出来做一个检讨。高雄港是台湾重要的门户，除了可能发生劫持事件之外，也可能发生爆裂物、走私或运送违禁品等情势。透过演习，以确保港区人员、船舶和港口设施的安全。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高雄报道。
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要进军国会，当然也不会放过高雄的选票。不过从高雄几次的选举来看，蓝绿选民已经十分明显，柯文哲的白色力量要如何在短时间内争取蓝绿两党中的游离票，学者认为难度相当高。柯文哲在2014年以白绿合作当选台北市长之后，因为发表两岸一家亲的言论，和民进党渐行渐远。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想在高雄抢绿营的选票，被认为接受度不高。在咱南部地区哈，民间对台湾的意识哈足强嘛，两岸一家亲，这个发表这种言论。坦白讲，在南部是盖未接受啦。柯文哲从政治素人蜕变到连任台北市长，进而组成政党，延续政治生命。虽然已经算是政坛老鸟了，但还是吸引不少年轻族群的支持。至于会不会循时代力量的脚步，先从立委选战中抢占一席之地，还得看台民党的创党理念，选民买不买单。台民党成立，对时代力量当然是有一部分支持者互相重叠啦。那这部分还是要回到几个面向去看嘛，就是说到底他推出来的人选有哪些，然后他的价值、政策价值，还有他推出来的具体的政策是什么。如果他在意现在香港的情况，在意两岸之间的关系，在意台湾对中国的应对，他会去支持时代力量，而不会去支持台民党。柯文哲阻挡展现扩张政治版图的企图心，也积极寻求郭台铭和王金平的合作，相对的对蓝营产生不小压力。而高雄则挟着寒流旋风，强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也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政绩，希望发挥母鸡带小鸡的气势。郭台铭跟王金平，他是我们忠贞的国民党员，他还是以国民党的那个胜选为第一考量哈，未来的韩总统哈，现在平日都是以市政为主嘛哈，我相信会对我们八个候选人哈，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正面哈。未来这几个月，我们八席立委候选人会跟我们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哈来密切的一个合作。而从高雄这几次的选举来看，不论是市议员、立委还是政党票，蓝绿态势已经非常明显。高雄市议员的部分排除蓝绿八成的选票，第三势力只占不到一成的选票，而高雄市九席的立委，民进党全雷打南瓜六成选票，国民党也有三成，几乎没有第三势力的生存空间。而不分区政党选票部分，高雄市开出的其他政党选票也只有15%。柯文哲的白色力量要如何在短时间内争取蓝绿两党中间的游离票？学者认为难度相当高。整个选民的思维，整个选民的这一个对政党啊，或者说特定政治人物的一个支持的这个方向，也真的都不太一样。可能柯P可能要针对高雄地区，甚至台南地区拿出不一样的方法跟策略，怎么样来吸引年轻选票，怎么样来吸引这些游离民众的这些选票。除了着眼于蓝绿选票之外呢，还是得回到柯文哲推出什么样的立委候选人名单。柯文哲呢计划以10%的政党选票拿下6到8席的立委席次，这样的目标呢，学者认为过于乐观。好，目前被提名的相对而言都是他党可能初选没过关，或者是已经位居在相对比较二线的这一些政治人物，但是仍然很有心于从政的这一些政治人物了，所以 我个人认为这个也不见得能够如预期所言能够拿下6席8席10%多少的这一些政党的选票。距离明年1月总统和立委选举不到半年的时间，柯文哲才宣布阻挡进军国会，这股白色力量能否走出台北市，得到高雄选民的认同，还有待观察。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高雄专题报道。
现代人工作忙碌，不但越来越晚婚，甚至连交朋友的时间也缺乏。为了促进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三民区户政事务所特别规划单身联谊活动，将参加对象锁定在35到50岁的轻熟龄男女，希望让被工作耽误情感的朋友把握机会报名参加。高雄市政府推动爱情产业，希望将爱河周边沿线行塑成浪漫交友的梦幻地点。为了加强促进单身男女交朋友的机会，三民区户政事务所也特别规划联谊活动，并且将参加对象设定在35到50岁的熟龄男女，希望借由活动搭起友谊的桥梁。在三民遇到爱，我们有一个想法是觉得说，哎，是不是应该要给比较成熟年龄的这些市民朋友有一个交友的机会，所以我们就办了这一场。我们锁定的年龄层是35到50岁。那最主要呢，我们是希望单身的青年男女们可以到浪漫的地方，像我们就在恋恋爱河那个附近，都在爱河办哦，办了有6场，大概有200-300位的单身男女年轻人参加我们的单身联谊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单身联谊活动的地点特别选在充满智慧与科技的高雄科工馆举行，借由场馆的闯关游戏来促进彼此的交流，也能增加彼此进一步认识的机会。这一次呢，我们就想，哎，我们除了浪漫以外，应该要结合一些知性的元素，那所以我们就选定了科工馆，然后办理闯关的游戏，让大家透过团队的合作达到这个交易的目的，然后同时也在活动进行当中让彼此了解，哎，对方还蛮聪明的哦，哎，这个个性我喜欢，然后让他们增加熟悉的机会。为了促进高雄市人口成长，民政局积极推动各项友善人口政策，除了单身联谊，还有集团婚礼和金铲子祝好运等充满祝福喜气的活动。在三民区户政事务所更特别为结婚登记的新人准备贴心好礼，也希望年轻男女们，你们要办结婚登记记得到我们户政事务所来办哦，分享大家的喜悦。那我们在结婚登记的部分哦，比如说520啊，还有情人节之类的，我们户政机关哦都会有礼品相送。好，那我们民政局的部分还有办理集团结婚哦等等的活动。从单身联谊到结婚生子，高雄市政府规划系列的鼓励政策，希望拉抬高雄市的人口成长率，也获得中央评定为绩效优良的地方政府，显见政策绩效得到肯定。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高雄市地政局办理108年度第三季开发区土地标售案，总共19笔优质建地分布在北中南各行政区，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中都重化区，临近美术馆及农16休闲机能家发展潜力备受肯定，预估将掀起一波抢标热潮。高雄市地政局公告，今年第三季开发区土地标售总计有18标19笔优质建地，分布在北中南各行政区，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位于中都湿地。当然，它一样的基地条件非常好，那除此之外，它双面临路，那也临近我们的中都湿地公园，这已经是一个在高雄市非常宜居也是非常有休闲跟商业活动能力的一个地区。看准位在爱河中游的中都，临近美术馆及农16生活圈的特点，中都重化区休闲机能家发展潜力备受肯定，而其他比大小建地也能满足投资人新建各式建筑的多种选择。不管在前镇小港，好，那还有我们北边的南子区，好，凤山区，那还有我刚刚特别提到的中都湿地的这个三民区，大概都有推出标的。那所以不管投资的类型是要自用，还是说是建商要做开发都可以。除了中都湿地附近的精华地外，这次地政局也针对高雄大学凤山77期重化区等地推出土地标售，预计标售的土地总底价将超过15亿，欢迎投资人踊跃投标。记者郑光佩、小新，高雄报道。
开学前夕，许多旅游民众陆续回国。不过回国后两周内，如果出现不适症状，就要尽快就医。卫生局指出，高雄市今年境外区公病和登革热一路病例都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尤其要防范可以透过多种类的文字传播病毒的区公病，务必落实居家环境的防疫工作。大雨过后，社区积水容器增加，防疫人员仔细检查，因为如果没有彻底清除滋生源，小心外来病毒就可能进入社区传播。根据卫生局统计，高雄市今年区公病及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区公病又可以透过其他的蚊类，也可以同样的来传染，所以它的传染的病媒蚊虫的这个种类是更多的。到现在八月下旬，我们高雄市就已经有总共六例的境外移入的病例。区公病、登革热传播途径与症状都类似，最大的不同在于区公病毒可透过其他种类的蚊子传播，严重时会有剧烈的关节疼痛。现在又正值开学前夕，旅游民众陆续回国，务必提高警觉。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这个暑假会有很多的境外移入的病例会带进来，那这个时候希望民众能够提高警觉，除了本身的自身清楚之外，如果您真的有以上刚刚所提到的发烧、疼痛或者是起疹子的现象的时候，立刻就医。卫生局指出，东南亚各国正处于疫情升温期，尽管目前高雄市本土登革热没再新增确诊病例，呼吁市民朋友平时仍要落实循道轻刷的防疫工作，别掉以轻心。记者高雄综合报道。高雄市一共有6300多位的校园导护志工，每天不论风雨，维护学生上下学的安全。为了感谢这群志工的默默付出，教育局特别举办导护志工绩优表扬大会，一共选出70名的代表，表扬他们的服务热忱。70位维护学童放学安全的幕后功臣，每个人服务的时数都超过1000个小时以上，风雨无阻，默默守护孩子们安全过马路，既是校园的亲善大使，也是学校不可或缺的宝贵资产。高雄市政府特别透过公开的表扬活动，表彰这一群无私奉献、拥有服务热忱的导护志工。为了这个安全，各位导护志工的装备，更要不断的来提升。那么这一方面，我们在议会的支持之下，市政府的预算、教育局的预算，一定会来扩列。除了表示感谢之外，市府也承诺一定会提供必要的协助。秘书长杨明洲更为7位获奖志工戴上彰显导护身份的红色臂章。红色的臂章象征着志工无私奉献的爱心与维护学童安全的决心。其中83岁的陈寿祥不但是最年长的获奖代表，平时除了担任导护志工之外，更扶助许多弱势家庭子女。17年来领养资助了18位孩子，就连担任导护志工的午餐费也全数捐出，展现无私的大爱。感谢老天让我活着，我希望能够做多久就做多久，我的余生就要为这个土地付出。其他获选的导护志工付出当然也是不遑多让。高雄市教育局期盼透过每年的表扬活动，除了对全高雄市6300位志工表达感激，也将这群志工们所有的行善事迹让更多人知道。港都新闻综合报道。假新闻及不实消息随着网络发达越来越泛滥，民众究竟该如何辨别真伪，不掉入陷阱？传播学者认为，其实真假报道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异，可以多看多听多比较，别过于盲从。而民间也自发性成立事实查核中心，如果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多加利用。网络世界充斥着不实资讯、假消息、假新闻也随之猖獗。身处台湾的乐听人究竟该如何自处，才不会掉入假新闻的陷阱里？当你看到一个讯息，就把它做传递的一个动作呢？其实就像古代的这种所谓三人成虎这种概念，刚一开始可能某个人接收到一个讯息，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夸张。可是当他陆陆续续接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陆陆续续太多个之后，他就可能会相信这个讯息是真的。
那或许这个讯息可能是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习惯性就是说大家收到一个讯息马上就做传递传阅的这样一个动作呢，事实上对很多假讯息的这个传播呢是非常严重的。假新闻越做越真，甚至有时还图文并茂，让大家防不胜防。但仔细查看，假新闻其实跟真实报道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当我们接受一个讯息的时候，可能要冷静思考一下这个讯息的来源，它所具备的证据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想一下说他讲的这个事实还是抱存一个大概一个怀疑的态度，然后他的证据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一般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个讯息之后，然后也不去理会他的证据，然后就马上很兴奋的在跟其他人分享说，哎，我刚刚听到什么是那个很夸张的讯息，很夸张的消息什么之类等等，那这样子会就造成了一个整个假新闻假讯息的一个不断的传播。为了杜绝假新闻泛滥，警政署去年指示刑事局成立查缉假讯息专责小组，调查包括脸书、 LINE 和 YouTube 等网络社群散布消息和贴图是否属实。而真伪优质新闻协会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网站也正式上线，希望让民众第一时间就能查证消息的真伪。陆陆续续有一些可能平台，然后你可以去做查阅，当你看到这个讯息可能怀疑它的真假的时候，你可以拨打相关的这个电话，或者去找相关的平台、网络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平台呢，去做一个求证的动作。一般新闻媒体的一个工作者，他应该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帮一般民众做一些过滤的动作。因为新闻媒体他如果知道这样的讯息，他应该可以判断大概八九成知道说这个讯息的真假的一个可能性。有了这些查证管道，下次如果手机收到不确定的讯息时，可要睁大眼睛，千万别掉入假新闻或不实讯息的陷阱里。记者王思武、潘之光高雄报道。楠梓区近年来因为新建案不断，人口急剧密集成长，造成部分地区出现户数过多的情形。楠梓区公所为了解决差距，特别针对八个里、41邻做适度调整，提醒受邻别调整的居民提早办理换证。携带身份证件及户口名簿，清风里明排队等待办理新证件。因为近年来楠梓区土库等区段征收用地，台糖市出地及高雄大学等成为新开发地区，新建案不断，人口急剧增加，然后影响大概12,700多人、哦、大概这个部分需要改住国民身份证跟户口名簿的民众大概有12,000多位哈。楠梓区自108年8月1日调整，受到波动的包含清风、东宁、响平、翠屏、红南、弘益、蓝田及中和等八个里。而在不变动邻别墅的原则下，挪动5000停工后，人口大量移出的红南、弘益五个里，至人口数多达26,984人的清风里，因应未来各里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发展，哦，所以包括红南跟弘益有些空间。在整个总人数不变之下，我们包括红蓝跟红衣的部分哈缩减，然后把那些多出来的林哦给清风，还有翠屏，还有综合的部分，解决邻别大小差距，共有41邻的户数做适度调整，也让辖区各邻数得以均衡，方便邻长执行各项市政服务。楠梓户政事务所也贴心提供驻点服务，就是可能他规定一个时间，然后让我们有空就可以来，反正就不用自己跑一趟那么远。他们来这边办事，所以来这边收资料，回去户政事务所办，一个礼拜后才过来这边领。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身份证需要用到。所以我们说建议他们直接过去户政事务所办。因应明年选举投票能快速找到选册页码，楠梓户政事务所呼吁邻别受到调整的住户及早更换户口名簿及国民身份证，只要一个星期作业时间，或直接在高雄市任意户政事务所就能领柜办理。记者李嘉龙、罗少君高雄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灾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3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6度。提醒您，台风来袭，记得做好防台准备，并注意安全。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我是萧小欣，我们下次再会。手大力一挥，40多年的路桥顿时化成瓦。